今天刚到了一个 smoosh smoosh 的一个套装，那就来拆给你们看看。我们先把这个套装打开了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，一共是三个这样的，是杯子蛋糕系列款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拆一个吧，我比较想要这个，然后或者就是猫头鹰的也可以，就不看了，直接把它直接这样拆，看到？好，不掉了。看来是一个这样子的小杯子啊，我好像看到了，是我，哎，是我喜欢的，哎，是猫头鹰的吗？好像是的，啊，好开心，是猫头鹰的，是我喜欢的那个，真好。一共是有这么多款式，我最喜欢猫头鹰，还有这个，应该是小狗的吧，嗯，我最喜欢这两个。猫头鹰的已经抽到了，好开心，它这个是一股那种蓝莓、树莓的味道。这个里面是它的蛋糕，也好香，嗯，好可爱，超可爱，超可爱的，挂在一起，好好看，好可爱，啊，超舒服。我最近真的很喜欢慢回弹，嗯，好开心哦，又抽到了自己喜欢的款式。那这期就这样喽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